第二题，已知氧化钠中钠与氧之原子数比为2:1，则钠和氧反应生成氧化钠的反应是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氧化钠中钠与氧的原子数比为2:1，就知道它的化学式应该写错 Na2O， 所以我们只有选项 A 跟选项 C 有可能是对的。而我们知道氧是双原子分子的气体，它的化学式写作 O2。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选项 A 呢是错的，所以只有选项 C 呢是对的。因此第二题问我们说，则钠和氧反应产生氧化的反应是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4 Na 加 O2 生成两个 Na2O。